干嘛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盛，baby， 彼此彼此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侃侃而谈的砍价师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我是长盛酒店的总经理。二位喝水。林小姐，如果你愿意将八号的婚宴档期转让给我，我可以为你提供免费的爱琴海豪华游轮套餐。爱琴海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如果您的婚礼在我们长盛举办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酒席给您打一个五折。啊，梦想是真的不能打折的。是这样，这个事情呢我做不了主。婚礼的事情是我老公在安排，但是他去果园巡视去了，要下周才能回来。哦，那这样。这是他名片。啊，这上面有他的地址，你们要谈的话可以去找他谈。嗯，好的。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韩老板那个蔬果站在哪儿吗？哦，韩老板蔬果站呀，有离这还远着呢。你看这天又要下雨了，今天你们俩是去不成了。这么远啊？啊，哎，要不介意的话，在这住一宿，明天一早就过去了。你们俩不是情侣吗？啊，不是。啊，我不认识他。哦。这年轻人可真是的。不要动来动去的，外面蚊子很多的。啊，这个那边。我不太喜欢花露水的味道。那喜欢什么样的？先别睡，我花露水儿，你帮我捡一下吧。哎，能不能不要动来动去？没办法，我喜欢这样。干什么？让开！哎哎！
你离我远点。哎，你为什么拉我？你为什么拽我呀？夏小姐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不是吗？这怎么出去啊？现在这情况啊，必须我们俩合作。你驮着我，我先上去，我再把你拉上来。你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想法的？啊，凭什么我驮你啊？那不然呢？当然我先上去了。这样，咱俩猜丁壳，谁输了谁驮谁。行，来吧。来，快，来，猜丁壳。上，驮好呀！快点啊！给我使劲呢！林夏，哎，情况了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抱歉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我去找人，你等我回来啊，你注意安全，小心啊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梦想是最珍贵的，真的。这次豪华游轮就一次机会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，韩先生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长盛的总经理，我叫盛哲宁。如果您继续选择在我们长盛举办婚礼的话，您婚礼所有的费用由我买单。
么还没走？在等你啊，有个东西想让你看一下。是何立俊救你吗？虽然他算不上个好人吧，但他是爱柠檬的。胳膊还疼吗？啊，没什么事儿了，过两天应该就能好。既然没什么事了，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八号婚礼的事吧。张宁哥，你同意了？本来我是非常反对我们这么早结婚的，但通过今天的事儿，我看得出来你对他是真心的。萌萌这个孩子有的时候非常任性，一旦生起气来还不好哄，但他对待感情是非常认真，非常负责任。一旦他看上你，他就为你付出真心。我看得出他是真心的爱你，也很爱他，所以我真心的祝福你。谢谢张宁哥。